勇敢换新，温暖跨年。百度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郑云龙，请回答2021，我们开始。2021，你想要再来一遍的事是什么？2021年没有什么想要再来一遍的事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喜欢新鲜的事物。2021最让你感到意外的消息是什么？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消息，没什么意外的消息。2021听的最多的一首歌是什么？记不住了。肯定有这首歌。无人知他只是心里模样，所有善举永远不会被遗忘。2021吃过什么让你接受不了的食物吗？没有。2021，你觉得收到最温暖的礼物是什么？保暖内衣。